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宪政。台北股市如我昨天跟各位讲，今天做一个所谓的续涨，那今天高点8903，低档8821。那我昨天节目没有事先讲今天，昨天匆匆忙忙，因为再来我们从下个礼拜一开始，好，我们要转换频道到运通财经台，下午4点到4点半，好，那是应很多观众的一个所谓要求。那就与心知，如果你现在在看这节目，那你未来从下礼拜一开始，你就转到下午4点到4点半，好，运通财经台，郭先生在那个地方帮你做一个所谓服务。所以这节目要开播之前，我有跟各位讲，好，给各位一个所谓的见面礼。那如果你打电话进来，有给各位一个所谓的大惊喜，大惊喜哦。那节目上我不方便讲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你自己打电话。好，今天一开盘，8821，高点8903，低档8821。好 ，OK。那我一直跟投资们谈过，我们的技术分析都是事先做预算的。好，来，开盘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短线上的，你要看节目看那个，短线上能预购的准，而且事先预告才有用哦。开盘在这里9点5分，我就知道高点是在8891到8912，那最低哦可能来到8826。那这个点，盘中第二波的一个最低点，这个点是8821、8828。那算8826上来，这里是多底区，这里是空底区，听得懂吗？也就是说，一开盘你就知道今天的低点大概在这个地方，高点大概在这个地方，这是短线上的5分 K。好，那你就不会去砍在这里，那你不会笨笨的在这里做一个所谓的买进动作。好 ，OK， 那明天怎么看？我跟各位讲哈，从礼拜一。这个礼拜一来到8507，我就跟各位讲，不要做悲观。我阿兄怕狼，大出手，对不对？我来跟您讲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涨到今天8903，已经涨了快400点，400点。那我有没有证据给各位看？我懒得放 VCR 哈。当初在这里的时候，好，你每天都注意看我电视节目的哈，很多人哈会注意看我电视节目，因为我都事先讲，而且我不会放 VCR 给各位看。那重点呢？这个很多人都有留下的记录。这里8775，我说回到8605这边，你要站买方。结果呢？礼拜一10月27号就是8607，啊，我这边8605，是不是你那贼回家多多好？那这一段已经涨了400点，那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还在有台，我是跟各位讲说8700以下是买点，接近8500用力买。但是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他是不会买股票，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会在这里买股票，9532。那我之前算过这个，我算9524哦，那9532这里我就知道会跌到8695，这一段我根本没看到后面，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我技术我不是只有用一种技术分析算哦、喔，你看这里还有8532哦，所以本波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8500附近，非洲斑马哦北美，然后到了礼拜一，对不对？礼拜一来到这里8607，所有的放空的老师啊，高点不空，在这附近在空。对不对？甚至很多投资朋友来到8500这附近，反而把多单停损，把很多股票砍掉。那全部的投顾老师只有郭先生在节目上跟各位讲，用力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这9532的时候，
我在节目上我都没看到、哦、我在节目上跟你讲会跌到8695，这一段大概最少会跌800点，你有没有避开？这就事先预告的。那这种技术分析哪里可以教你？哪里可以教你？刚刚文珠跟我来波比哈，那这个礼拜我10月31号台北的一个所谓的免费技术班，只要你来，你有来，你来问我就必答。那我事先会教各位怎么去看明天涨或跌，明天要涨或要跌，或是明天它的点数高点在什么地方，低点在什么地方，甚至波段的高点跟低点。那个股的部分来，可成今天做续涨，昨天涨停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我可成之前怎么跟投资们谈的？那你免费技术班一定要来哦，啊，你来，我跟你讲哈，行到文珠跟我来波比啊，没来没来你的代志，好好 ，OK。那我们来谈谈，我们之前都没看到这个单点312，我跟各位讲317，这里我完全没看到，我由前面算我就知道312、317，最高来到312。你说老师你不准，但是差距。这5块钱，只要来到这附近的目标价，你就要小心一点。然后呢，下来我就说会到260到267，啊，这怎么算的？带着计算机到免费技术帮我教你。这个高点我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我这里算出来，260到267，怎么264？然后上来以后，我就顺便跟各位讲，上来294你要跑，这叫可成。这点是不是294？这我都事先教给各位的哦，对不对？那你买这里买这里不对，我会在这里买，然后没看到以后我会在这里卖，294卖，这个点就294。那下来我说双技术，245，好 ，OK。前面就不要谈哈，我跟各位讲哦。这个都是我在节目上事先讲的，投顾老师有办法事先跟各位讲是零，只有郭先生每天事先预告给投资朋友，我怕你做错。好 ，OK， 这里都没看到，那你说老师啊，说的技术分析有这么神准的吗？我跟各位讲，我不只用一种技术分析，那这种事先预算的，全投顾老师你找不到别人有。只有郭先生有哦，你是我会员，我会教你哦。所以我在这里买，这里买，这里买，可成，这里叫人家卖，这里叫人家卖，这里叫人家买，这里叫人家卖，因为这里算出来，然后呢，顺便事先算出来，这一段算到这里，这一段会算到这里，所以这边是买点。好，那你说老师有没有证据？郭先生是不用证据的，我都事先跟各位讲，我是事后吗？我说你手头上的可成，你砍在这里，你对不起我。那你买这里，你砍这里，啊，你这一段是赔。我这里叫你卖，这里呢叫你买，这里叫你卖，然后呢事先告诉你，245这附近要买。我10月27号有没有跟各位讲？我10月28号会买。245，我有看到后面吗？这边都事先算出来，我没有买，我10月24号就先买了，一样在240几，我会在低档事先买。10月28号，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跟各位讲，阿兄怕人抓出手？我有没有事先讲？你自己心知肚明。好 ，OK， 那这种技术分析都是我在节目上，我在免费技术班会教你。那你说啊，老师，那我手头上的宏达电呢、啊、，TPK 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今天 TPK 涨停，那还有所谓的华邦啦、啊，这是所谓大型股票，那怎么办？宏达电、TPK、上银，好、哦，这是所谓的高价股，联发科。哦，通通都一样，那要怎么做处理？刚刚文珠跟我来波比，带着你技术班，你的计算机到免费计算，我教各位。那加权的部分，我会事先告诉各位怎么去看。好，就比如讲，
今天29号，对不对？那我已经算到10月30号，来，那这怎么算的？今天10月29号，我已经在讲10月30号，来，88608945，事先做预算，那没有状况就是这样，有状况我当下调整一下，我一样知道高点跟低点在什么地方。那这种功夫、这种技术，不管你花多少钱，你外面也学不到。那这种技术分析，好，你可以来我的免费技术班开开眼界啊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，我的免费技术班很多人来，为什么？你来可以学到哦，明天要涨还是要跌，高点在什么地方，低点在什么地方，所有的技术分析做不到这一点，只有郭先生做得到。这你长期看我电视的，你自己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已经跟各位讲呢？就比方讲8506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用力的买非洲斑马欧北贝？礼拜一的时候就跟各位讲了，结果呢，涨上来到现在已经涨多少点？300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OK， 哦，你要看节目是看这种节目，不是回家鬼在崩逼啊。那可成我怎么跟投资们谈的？对不对？在这里的时候，有谁敢买？散户都买这里。这里我已经告诉各位317的跌下来，我这里右边都全部没看到啊。我就告诉你245，双技术再告诉你245。那你可能会讲说，老师，你这用切割力而已吗？不止。啊，我有没有买？有。245到今天最高273，你砍在低档，那我在低档买，那它未来反弹上来到哪里是应该卖掉，顺便反手做放空，你会不会算？你会不会带着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？我教各位。那如果不课到我的免费技术班，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，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等一下哦，喂，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死角这么多啊？没办法，基地台又被拆了。妈，什么事啊？宝宝去修基地台，药没带，手机又没通，我快担心死了。灾区通讯设备严重受创，各家电信业者正在积极抢修当中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手机都打不通，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。爸，基地台电磁波危不危险啊？我们的基地台都符合国际和国家的安全标准，安心啦。奇葩投顾三关价技术班免费技术班，10月31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北，要告诉您精算本波反弹高点及第四季行情，高价股、平台股、升级股预算高低，避涨股及避跌股挑股秘技，以及教授三关价、双关价趋势转折预算隔日高低点，名额有限，请先来电约，立刻拨打02-2389-8689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02-2389-868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最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清理窗，专利富文式导快，石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有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刚告文珠跟我来波比哈，那免费的一个所谓的技术班，你有来问我就必答，你有来问我就必答。然后呢，我教你如果事先看加权跟个股的高低转折点，那2474，从我预告给各位245，对不对？散户不会买这里，那我都跟各位讲说，
散户做股票就是这样啊，他就是做追买，你就在这里买啊。啊，这个点我算317，这可成。那315我就已经知道会到这里，然后双技术这里245这边就用力买，结果最低242。那我有没有买？有哎、欸，我在节目上都事先做预告，投顾老师像郭先生这样的没有，每个人都回家鬼在蹦逼啊，也没有证据。我是不是事先做预告？对不对？那个证据都给各位看，我有没有买进？有。好，那可成拉升上来到哪里应该要跑？那我可成可以抓得住，其他的股票能不能抓得住？你告诉我啊！哎，之前我都免费技术班，一堂课要10几万呢、欸。那我愿意跟各位做分享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我曾经跟关圣帝君啊、我捌甲讲过，甲照过抓。好、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者做股票是见涨追，见跌砍，杀走吸引丢，砸走高停损，没有事先预算的技术。那我发现，我说我连续开2个月的一个所谓的技术班，每个礼拜五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段期间是免费的，你只要有来，我就教各位。那来的人多不多？非常的多。那为什么他们相信？为什么他们要来？因为他们知道郭先生就是准，就是厉害啊。同股老师的没有人做得到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所以呢，这一波我在低档的时候，在8506的时候，叫投资者要用力买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来到这个点，8507这边算命8505，所以礼拜一我测标给各位的是什么？阿兄怕狼短出去，昨天涨145，今天再涨130，两天涨了300点。那我都跟哥讲说，那涨了这一段以后，所有人又短线上又看好了。那我都跟哥讲说，明天不宜再涨。因为明天会有卖压，会有卖压，但是呢，有一些股票它会持续在做涨。那比如讲，可成你要怎么做？245，你有没有在这里买？没有，你是不是甚至你在这里卖？那你是不是在这里买？这里卖？啊，我这里叫人家要卖，我免费技术班都有教哦。啊，我就事先跟各位讲，来到这边非洲斑马哦，北北话讲完，今天最高。273，我是赚钱，那你是赔钱，所以你要不要学？你要不要跟那个做专家？如果你做股票不会做，你不会看，你要学事先预算的技术，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。那我们每一季，好，我都会教技术班，我自己的会员技术班，从早上9点到教到下午的5点，投顾老师教过来的不半个呀。那现在。我就先修班的一个所谓的部分，啊，你的理由来，我就教各位如何事先算好。OK， 同样的来看哈，我礼拜一我就非洲斑马哦，北北玉金光，跌下这附近你敢不买买？跌到这里没有人敢买，我会买玉金光。今天呢持续再涨2.3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厉害的是这一档，2天2根涨停板，华邦电。我是不是10月27号告诉你，哇，阿爷怕狼躲出去，我就会挑未来会涨的股票，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的、啊，这里叫你不要买，这里这附近叫你要注意买点，我没有买，很多投顾老师都没有这一张，然后在上面就讲他空的赚多少钱。啊，做多了赚多少钱？然后呢，一年365天从来都不出错。那我们事先预告给各位，对不对？来，物联网的这一档，深科今天在涨。你看58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58、59你在干什么？深科我没有看到后面，这里事先算出来，我没有买。我股票不多哎、欸，好不容易回到8600，我当然用力买。但是在8600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砍股票。你看到外资卖，你看到 QE 退场，你看到伊波拉，你看到战中事件，你看到石安，
的油的问题，黑心油啊，你都看不好，我看好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，有来我免费技术班的，我已经教过各位9532怎么算，对不对？由这一段我就算出9524，然后呢9532我就知道会跌到85、8695，这里800点我有没有抓到？那你省下800点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啊，这一波跌这样跌了1000点，很多人稀累累呢。那这里买多，这里砍掉，然后在这里割牢，砍掉以后减半仓，你这样做股票不行啊。为什么你不行？第一，你没学过事先预算的技术。那我跟哥讲哦，节目上我只有讲半个小时，免费技术班有2个小时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不会在节目上面教，对不对？时间不够嘛，哎，我有些东西我也不想让人家知道。但是你到免费技术班，我不是只有用切割率哦，趋势我会再用趋势转折、切割率、三关价、双关价、趋势偏移，还有我一些不方便公布的一些技术分析教各位。我跟你讲啊，来听过的人拢学落的人侪嫌的没有啦。那很多人学过以后，你要做股票，一看就知道哪里是高点，哪里是低点。你做股票。做得到这个程度吗？对不对？8532，这边8501，然后呢，8501，第二波下来告诉你8505，这边8507，涨了300点。那很多人呢，在这里用意做多，哎，很多台面上老师在这里做多哦，跌下去这里跟你讲翻多为空，加做多加做空，我你咧死咧，我做股票。都是事先算到高低点来，可成低点有没有告诉各位？这在节目上面明讲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玉金光下来到这边跌这么一段，我都是事先算出来，这里都没看到123，我就知道会跌到83。那跌到83以下，跌的越多，做多利润更大，最低跌到77。华邦电来告家。所有人不会在这里看好，我会在这里看好，对不对？深科物联网的100块跌下来，我就知道会跌到大概60块这附近。所有人都不看好，今天呢已经到64.5块了。可成245，今天最高273。华邦电2根涨停板，对不对？那其他我没点到的股票哦，包括。你说 TBK 要怎么做，联发科要怎么做，我之前在节目上有提过，但是呢详细的我在免费技术班会讲的更多，会讲的更多。宏达电怎么做，之前不是告诉各位120非洲斑马鳌北贝吗？你跌下来所有人又看不好，我继续看好，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给他告诉朱公来波比了哈。那节目费我这是新开播的，从下个礼拜一开始，我们转到运通财经台，下午4点到4点半，这是应很多观众要求啊。因为我本来在6点到6点半的一个时候的节目，很多人在交通时间、在下班时间看不到嘛，所以提早他要看。好，那节目的开播给各位一个时候送大礼，好啊，送什么大礼？你打电话进来。那如果要去我的免费技术先修班，好。不管你手头上有什么股票，有高价股的要来听，有生技股的一定要来听，对不对？生技股现在又开始有人在做多，那我之前基亚怎么说的，对不对？我建亚怎么说的？亚博怎么说的？对不对？这些说生技股，我每档都解给各位。那有苹果概念股的也一定要来听，也一定要来听。我讲的最明的就是可成，因为这一档股票，那我这一档，那你说现在你有可成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在中南部不客到我免费技术班，那你就直接跟着我做操作。那如果对我技术分析有兴趣，或是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就报免费技术班，那人会非常非常的多。因为我跟各位讲哈，尬技术分析是我这样多，做投顾老师是我的副业。那我希望我能救更多人。那你来，只要你有我来问，我就必答。那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啊，你就知道你的股票在什么地方，
在什么地方？那是要砍，还是要再继续买，或是卖掉要继续做放空？央告文珠公文来波比，想要赚钱学技术，或是免费技术班的，注意广告中时的电话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妹妹啊，去洗碗咯。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，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？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我可以做工程师，我甚至可以开飞机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 CEDO 促进性别平等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启发投顾三关架技术班免费技术班，10月31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北，要告诉您精算本波反弹高点及第四季行情，高价股、平台股、升级股预算高低，避涨股及避跌股挑股秘技，以及教授三关架、双关架趋势转折预算隔日高低点，名额有限，请先来电约，立刻拨打02-2389-8689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2389-8689。百家名店，全球精品，亚洲最顶级居家购物中心，纽约家具设计中心新品上市，疯狂活动，精品赠送。台北八德馆、内湖馆、新庄馆、台中环球馆。下沙下沙，只要4折，轰天雷买一送三，感恩回馈大放送。即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，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。